可以吗？那个下礼拜三就是他主持，然后今天有不好的地方，请大家见谅哦，因为他刚刚不小心三杯啤酒下肚。好，那最后就是你们要回家之前，就是我会带来最后一首歌，然后让大家回去比较好睡觉这样子。那如果有喝酒的朋友，待会都不要开车，因为最近有扩大零检。好，那在我要唱之前，我要先欢迎我的那个乐手这样子。那刚刚的老外又要上台这样子，还有 Alvin， 他是吧台的攻读生这样子，然后也是嘉南部落的台湾族的小孩子。那因为很多时候唱作俱佳不会常常报名额满，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工作人员自己上场这样。那在每一年的暑假呢，都会有一个节目主题叫做唱作，不是唱作俱佳，叫做卧虎藏龙，就是铁花村的所有工作人员在那一天的时候都是演出者，但他们那天还是要上班，就是要上班又要上来唱歌这样。那如果你们暑假都还在的话，就是可以来铁花村玩一玩。那台下应该都剩下我认识的人，那你们应该都知道吧？那我就讲一些秘密咯。好，好，那这一首歌呢 的主唱，礼拜六的时候会在这里演出。那这礼拜六大家知道是谁吗？这礼拜六的演出者叫做佳佳，也就是纪晓君的妈妈，不是啦，纪晓君的妹妹。然后对，然后他最近出了新专辑，然后这礼拜六会在这里演出。那我最后一首带来的歌叫做《佳佳歌》这样子。然后前面有一段主语歌，就是可能要麻烦你们一起唱这样子。你们应该都有听过吧，在场的。好。啊呜。有人吗？下面大声点。上门也关切。
出去就不怕坠落。好，谢谢大家来创作居家。那明天还有很精彩的演出，礼拜六是佳佳。那如果有喝酒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开车，开车不要喝酒，走路可以边喝边吐，边走边唱。那如果有空杯空瓶，可以麻烦帮我们拿到这边吧台。那我是喜如故，那明天有演出，那记得明天见。好，那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课10分钟的恋爱。